上海往事。爷爷，我感觉我每天压力都很大，生活不幸福，怎么办啊？跟我跟侬讲讲，我年轻的辰光，有得一年上海的春天，大家侪出不去。但是啊，有得更多的辰光好陪屋里向。聪聪啊，过来帮爸爸一道烧饭好吧？先拿两颗胡萝卜打打。哎，我来了，爸爸，今天晚上给我讲故事好不好？好呀。今早夜到爸爸帮侬讲只大草原的故事，好吧？好耶，爸爸，我希望你天天能陪着我。嘿嘿，这小戆头，一家人家蹲辣一道，会得因为眼侬现在看上去老小的事体就特别开心。哎，聪聪，侬来看呀，阿拉丽丽长出来了。哇，长了好多啊！今早过节，爸爸搿搭还有只好么子。是什么？老。哇耶！屋里向有的什么困难，喊上邻居侪会得来帮忙。爸爸，我肚子疼，我拉了四次了。啊，吃坏脱了！哎呦，屋里向盐也没个。哎，邻居们，不好意思问一下，小人肚皮胀了，那啥人屋里向有盐吗？哎，我有个，我有个，我等下摆辣屋里门口，侬过来拿，好吧？哦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哦，爷爷。那段时光听着好美好哦。嘿嘿，小戆头，一段辰光不是啥个好辰光。我是想告诉侬，幸福不幸福，不是取决于生活，而是取决于侬自家。侬要善于发掘身边美好的事体。